嗨，我是黄一展，我是世新广电大四的学生。那我是一个摄影玩家，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和运动的人。我喜欢带着 GoPro 去运动，也喜欢做一些影音日记和大家分享。我现在在新庄的运动中心，我很喜欢来这里运动，因为这里空间规划蛮好的，然后设施也很多。生活圈里面有这样的好地方，你叫我怎么能不喜欢运动呢？新北市呢，目前总共有11个国民运动中心，还有规模很大的河滨自行车道，也主办了非常多国际性的运动会。只花了短短几年的时间，新北市就变成了一个健康乐活的运动城市。这次参加新北广告人，就是想要透过我活泼的个性，替新北市政府做一支 MV， 主题就是围绕在新北市规划的运动休闲场所。我要带大家和我一起感受这充满活力的运动城市。